说啥来了，宝马行情崩了吧？之前就说宝马 X5 有个按揭12万的优惠，现在个别地区干到13万优惠了，还有宝马525。六月末的时候，上海32万按揭就能落地，还是个长轴，还支持提前一年还款，全部算完33万，还送你6次保养。现在北京、上海和其他地区极个别门店，宝马525的长轴不到33万就能按揭落地，由原来的2年提前还款，现在能谈到1年提前还款。如果说你们当地宝马5系做到这个优惠，你惯他那臭毛病，出门右拐干奔驰120L 啊！咱家宝瑞在北京补贴拉满，奔驰120L36.5万就给你做下来了，提前一年还款，利息只有16000，还送你2A2B 的保养。在懂车竞价榜上你能看到，除了北京之外，大部分地区不到38就能按揭落地了。如果再加上你们当地的置换补贴，不到37，奔驰 E 级的产品力指定是比宝马5系强。宝马当下能下手的还有一台紧凑型 SUV 宝马 X1， 也回到了六月末的行情。如果你不着急提车，12月份没准给你21万以内按揭落地了。2.0T 的低配，切记兄弟当下不要买三缸宝马，多大脑瓜懒啊！还有视频现在在座各位手里没有旧车去置换的，领不到补贴的，其实你们比领补贴的宝贝们更舒服。前半个月谈行情，摸清楚底价，达到心理预期的行情，该订车订车，15号之后提车，3张临牌开到明年1月份，你还能省1年折损，那不让你摇头晃脑满满登登吗？20万的车1年折损2-3万有吧？这钱你充洗脚卡，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不得双涡轮增压呀？还有什么问题打出来给你回答的明明白白，多翻翻我其他视频，指定能帮到你。